不能天天听你啊，只要侬吃过病，一定会好转的。杨医生呀，我谢谢侬，等小涛毛病好了，我会亲自登门。来去
나도 체결라. 어. 이래야 나는 까 코와. 小杜，爷你少爷讲，侬吃了这个药，毛病才会好起来的。哦。小杜，侬再困一些吧。啊，侬也去歇歇吧。嗯。敌人一来，笑不睬你。我当兄葛文清，告小不才谋杀亲父，要是小不才也得讲出真相。公，妈，侬唱了敌人大舞，哎呦，我叫为娘我。能陪你，你长妈，我起来，起来，哎，妈，来来来来来来来，妈，来来来来，妈，爹爹来了，爹爹来了，太太，本院刚坐堂不久，你为何让我退堂？我实在是有急事体。啥个事体比升堂还要紧啊？侬审啊，可是小白菜谋杀亲夫一案？不错，正是此案。那侬不必再审了。嗯，这个为啥？侬快点去问问我你个宝贝儿子，侬就晓得了。侬等我出来，侬出来。哎呀妈！哎呀，既然侬晓得，还不快讲？讲，有为娘替侬做主，快点讲。讲。爹啊爹啊，从
走了女儿，夫子不认无奈，一时也想自己要，下天上在中都是他丈夫个小徒，为情好命好，谁知他小说高了上，高说说空间没人讲不。哎呀，不知其中人，身旁的是大一人，小马小小把真相说，孩儿我要帮父把人辈分做，只有爱情红爹爹，救救孩儿多难过呀。阿杜内鬼你非我吓得我魂飞魄散。爹爹，你得大包替太王位，我等个你走，走，跟我到公堂死生去啊！侬这只老头子，我看侬真是老糊涂了。竟然要让自家的亲生儿子去自杀，侬这个官是哪能当啊？哎，莫说我是小小七品芝麻官，就是王子万夫与民也同仇。人命关天非儿戏，你叫我是我看个呆呆。好一个公正凛切品官，还是我娘家出钱救得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事情不能办？这个案子已公开。要想一个内上来，特别是实在大堂早了空，不真呢偷天换日把案翻，张家李家人命案，最终你都翻过来，这个还不都是道理？告诉侬。用他同地无所谓，再不能嘛，断了下户手的。哎呀，爹啊，哪能办？哎呀，老夫子啊，老夫子啊，东啊，大堂安营未了，为何突然退堂啊？哎呀，老夫子啊，家门不幸啊，这个日子。哎，是呀，侬来得真好，谋杀个小徒都是我儿子一个人所为，侬总要替我想想办法才好啊，是呀。啊，原来姐夫是，哎呀呀呀呀，这事情麻烦了，麻烦了。你堂堂知羽公子，知法犯法，非得性命难保，恐怕。东欧的钉子也难保啊！是呀，哎呀，侬身谋余力，才高八斗，一定会有好的办法想啊！哎，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啊！哎，是呀，哎，是呀，老夫子啊，本院平日待你不薄，现在事出仓促，侬总该替本院想想办法吧？啊，这个背着理当要力，这是实在有点难啊！是呀，侬要是能保全我儿子的性命。我女送文银两千两。哎，好，只要能报答是本院的先生，我女加封文银一千两。只要能够保住小不才的性命，我再加侬一千两。即使是受人之托，忠臣之事，用我再想想，再想想，老夫子。我听说四年前
隔壁是曾与辛苦巨人杨乃武有段私情呀。对对对，苍天正人，无人不知。杨七八彩，啥？杨乃武。一天只顾一样哎，我与他不共戴天而生仇。三年前他一场道别跟我斗，还等我前程毁在他的手。如今是他高中科举里榜首，可似乎天也更要强成我的头。我怎能留下这口气，不被刀烫不罢休。现在真是个好机会，东翁，你们送我四千两纹银，我也送你们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啊？门户得户，门户得户得户。瞧隔壁是一颗铆钉，姐夫就是杨乃武，就能判他过门户得户之罪。可别是可以免于一死，杨乃武死日那一道，岂不是两全其美吗？真是下天下地呀！是呀，我就晓得侬会有好的办法，想啊，下天下地。老夫，哎呀，下天下地。杨乃武乃刀笔送棍，又是当今辛苦巨人，要想驾驭于他，但无容易呀。说实。天大的案子，地大的银子，杭州府衙与东翁不是有多年的交情？对，何地银两，捏造罪名，速速斟上一本，先割去杨乃武的功名在世。老夫子啊，那是何才能让隔壁是受害呀？哦，这个背着自有办法。来你是呀，我有无吩咐说将从各家入朝的私信押放取来，并将隔壁日打来见我。扎是呀，东翁塔塔请为敌。老爷，妈，来来来，走吧妈。哎呀老夫，一桩事体就拜托侬了啊。东翁放心，请。哎，好，隔壁子大刀将银具送去，是，一起退下。扎，隔壁是你知人吗？是呀，小徒是被人毒死，死于肺部，富贵。是啊，想必你一个小女子，两眼没有杀人的胆量，一定是那奸夫所为。我看你还是从实招来。那姐夫他是啥人？他是于阿玉刘西东的儿子。
可别是你胆子不小，竟敢在御衙门诬告起御老爷的公子来了。但我所言句句事实。嗯，既如此，你有何凭据？我谁能举证？这可别是啊！苍溪镇人人皆知，你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早有来往。那是在四年前。嗯，自从我与小杜成婚以后，我们早就断绝了往来。断绝往来，那你为何还留着这封私信？我为何他肯不收银两，就小杜私兵？这兵是让你少爷看的，杜爷吃着脸这么想的。哼，我看一定是杨乃武心智不正，谋父得母。谋父得母。可别是啊，现在证据俱在，你就是不招杨乃武也随之来到，只不过官司打到府台衙门，最终也是奸夫淫妇一同开刀。可别是啊，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与老爷八八之交，周周之行，他有备，当今皇上上升，受命定能改亲，你只要招人与他有来往，各小徒吃他的一方，伤了命，判他过，用以五八人命丧，岂不是？你们双双保性命，保性命。他与老爷是爸爸之交，是啊。用意我伤，怎么没细算？千真万确。辛苦救人，能改清算命？当然。可别是啊，你只要在堂上供出杨乃武三个字，不但能保他的性命。你也可以弥余一死。他那里句句为大都肯定，我这里是真是假啊难分清。别是啊，老爷大当不胜，要我在花厅守门，就是接你们一条生路啊。小公啊，虽然不懂衙门花样多，但你知做人总要凭良心，万一你当上主人，也还没好。岂不趁日不识好歹？哼！
你就等着后悔吧。四爷，四爷，哎，老夫子啊，情况哪能啊？东翁啊，想不到这个媳妇居然不肯休。哎，这个哪能办啊？我早就讲过吧，事情没得能抵挡。哼，我岂能败在一个小小女子之手？那侬有啥个办法？我要接她来个杀鸡儆猴，一箭双雕。空中射下金钩雕，哪怕鱼儿不上钩。嗯嗯。有请新科举人杨乃武。小李公，二来嘛，正好本院出了一张人命案，想请小李公一同帮忙为生。为生在所一起，岂敢在刘大人面前背门弄虎？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快走！啊，小李公不必客气，想必侬一定认得。昌里镇做豆腐的葛小杜吧，认得。他曾在外甥家中帮佣，后来自谋营生，开了个豆腐店。哦，那侬自然认得，声称小白菜的葛别是喽，认得。哦，有葛小杜的堂兄葛文清，命运结果，说葛别是应届谋民，谋杀亲夫葛小杜。哦。那为请刘大人早日投案，捉拿凶手，替谁在命运？嗯，那万物当时已经招供。这是凶手是啥人？他招供凶手就是你新科举人杨乃武。别说过姑娘是我，其实是无稽之谈。哎，是啊，本院还不信。不过此案另有证人，升堂。喂，来呀，随喜报圣。这随喜报圣，上堂。
护卫。小小小人是保身，磕头老爷磕头。是保身，也各小都看病，速开药方，可是内地中输取。喂喂喂，兵老爷，真是小不才，在小人地中输取。不过后来杨二少爷为亲自来小人地中买了三十披裳。有无为者？哦，此地有张枯树。大胆性保身，你可知披裳乃决斗之物？你怎可随便骂及他人？哦，喂喂喂喂，兵老爷，众人皆知杨二少爷医道高明，伊讲马回去是各一用的所以。保身，你信口雌黄！我问你，我何时去你店里买过披裳？10月初，初八傍晚时分。不是，初八那天我一去杭州，余有外文，正为去你店里。你这个五郎，分明是受人之事，血口喷人！你死手！是保身开枪！插入！呀，来哦！你竟敢在公堂之上殴打证人，是不是做贼心虚啊？刘大人，莫非你为真的信了他的一派胡言？人证物证俱在，难道是本院冤枉了侬不成？刘锡东，想不到你请我到此，竟然想假此名讳来掩盖我，妄图公报私仇。想我杨乃武并非一家平民，两年也奈何我不得。告辞。再次，杨乃武，你来自有路，去自无门。来呀，将杨乃武拿下。这个王董，我乃着王命亲自拒你。杨乃武，你一个小小军人，为了此次大事，违规藐视朝廷王法，来呀！好，是我告诉侬，上府的公文以下，你的功名已经得去。来呀，将杨乃武拖下西松，只好杀大败。刘锡东，你身为御林，竟敢违文心党，难道要我屈当身走吗？杨乃武，王位之事的理人，伤害无辜伤体谅，勾引人妻隔壁子，谋父的无罪该当，谋父的无罪临终。可有真来可有章，此心是你亲笔写呀，还是落在白纸上？此心写于是你心，写的是与他的心不来往。隔壁子当当来招供，是你们仍有私情上来往。隔壁子与我无冤仇，怎为无辜无义量？是保身与你对质在公堂，那毒药分明是你来投放。是保身今日受之死，已害无辜乱栽赃。呀嘿！跳着死亡来叫停，来叫停，讲你的你不用上，认真不争取一台，俺要地啦，你休想，你休想！你无端将我来冤枉，来冤枉！叫他自首谁能当？非得小人做公堂，公报私仇上天亮，上天亮！你尽管等待江某某，蒙王法太嚣张，不用答应你来开口。生死大局，不再战。
大丈夫得苦得累怎么吃倒要看看，到底是侬的子里哎，还是我的辈子里哎？报，禀老爷，爷娘我昏了过去，有事不行，打上来。正好，将爷娘我用事不行，打上堂来。来啊，一举死后。谋父的无罪真铁道还不从这招来刘金龙既然姐夫之命是必先过之人你为我娘他与我当面对质那必是早已招供侬为官狡辩来啊给我用刑刘金龙杀你不敢对质分明是你心中有鬼好呀来我我今朝就让侬心服口服来啊打个鞭子个鞭子上堂大嫂你大爷给我用狐狸啊啊你大爷啊让我杨乃武夫人开刀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遗憾于我错不那天你明明晓得我替小杜兄看病之后立刻去了杭州你答应我没讲大人没杀小杜氏大胆杨乃武公堂之上你竟敢辜我人心一同参谋来呀、啊！今我再用狐狸啊！再要杀了他！杀了他！啊！只要侬招了庸医误伤，就没事体了。杨来武，你到底招是不招？武功。枯燥叫叫我再用狐狸是他是他大嫂是他害死了小杜来我你听到了吧来啊两个鼻子打下想杨来我有事不行来啊那杨进去啊！我要跟李子兴来去看嘞。我要杨德武兵不兵。杨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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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忠死生九计，何止九计？这是为杨乃武一案，执政一人上堂。这执政一人上堂九计。哦哦，外甥八戒大人，本月正在受当立案，你等为何聚众虚妄？我等是为杨乃武名誉而来。杨乃武谋父得无，虽真缺少，无冤之有啊！案发之时，杨乃武正与我们在杭州慰问，他正未来到昌邑镇。认真不真取材，那毒药就是他说谎。好，堂堂御令，听信善意，地道何不以爱无辜？道当之中滥用非议，难道是想与人害地，无的苦生吗？杨乃武乃刁恶之徒，不用大人岂肯招供？你等虚中虚妄，公堂之上有无一论语？来啊，轰了出去！你，乃武兄，看来你今天不招，乃古这道鬼门关，以小弟之计，再去报仇一命。我等绝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为黎民上书。杨乃武，你在还有何话可说？冤枉！将我再用言，女造，女造。实在当地渔夫是不利。十，浙江巡抚杨昌景亲自复审，说明案情，重说结案，请旨。审，杨昌景。
二位大人，此番复审乃是众乡绅立名上书，引部参政，圣上下旨，一定要本县亲自之身，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大人，你卑职之心，还是为日女判？啥为日女判？恐怕难复生命。那以大人之计，总要有所改判啊！大人，此案都需要一审数十堂，据是定罪杨乃武谋父得物，这是一再更改，岂不是以往的定案事不讲错？历来席上众多官员不善，徐大人，你以我的信任，恐怕也难保啊！非得卑职们的牺牲来报，大人，你身为封疆吏，恐怕还会受此欺凌。更何况自此以来，岂不是娘嫂做那些歹徒们招致了不平？是啊，他们终日是虎视眈眈，置我们于死地呀！何是不错，可是是我才能为复生命。以卑职之计，倒不是给他们来一个无套不为呀、啊、此何真讲？我们就把谋父的物给人公通奸谋命。通奸谋命赢，隔壁是恐怕未必肯招。他又不是东当铁交的，隔壁是还是新人。一个小小的名目，正经是上官员的精神。再说，我们总不能把奴了无父落玉的小金啊！大人，大人，好，那就照此引子人，照此。银子，造册银子，来呀！大刀伺候，扎。大爷乃吾，隔壁是上堂。好，扎。大爷乃吾，隔壁是上堂。大哥哥是上堂。
杨乃武陪你各家兵分错，你怎能将这宝贼赃我？你们金戈密来爱去，真是舍得报大人，以卑职之计东荡公孙，到底他们有了有机可乘，每来爱去也难保他们不会成功啊。大人，一直有理。来呀，即将杨乃武阿廖下去杀杨杨乃武，大少爷，大少爷，你少爷，大少爷，大人，杨乃武实是冤枉。搿便是本官问你，是不是杨乃武毒死搿小徒谋父投父？杨乃武肯定谋父投父。大胆搿便是，尽管在公堂之上反攻，我也要替杨乃武叫冤。他不是谋父投父，就是你与他通奸门名。这是凭你与他通奸门名。赖道士，你想否认是即系的不是？不来问你，你与杨乃武通奸可有实情？那是在思念谁？我这就是了。你与杨乃武通奸有实，实际上父有背夺便宜，这不是通奸门名。是什么啊？谋杀小徒，利欲取胜，他是、好一个刁！公堂之上时机不足，我要惩罚无义人家，真是可恶之至！我请大人容允。来呀，各引斥喝！扎！
队伍兵力分解，速速攻打。将隔壁子带去疗伤。来呀，大洋牛，走！大洋牛，杨乃武叩见大人。杨乃武，这是隔壁子的功劳，他已当堂招供，是你就是通奸谋命的主犯。通奸谋命，你把曾阳与隔壁子通奸谋杀个小童之事一一从实招来。招来，招来。有一位三大戏能秉公投案，李丞相却还是官官相护，颠倒黑白，越界之仇无为无事。文章举不招供，为出口广义，勒一刑事头。女，走。五公。杨乃武，你功上之上为我折下了一个瓶子。一个瓶子三个口，三人只需口来张，看看屋里第一口超级人民太文章，用了小人第二口血口喷人乱在张，几次无人第三口恩将仇报我心上，看看相互成一体，瓶子我公是越王，三大堂堂王我就是公堂，你应该恭喜学堂，娘娘大气无情体，王太无辜也来当，那几分就进宫里才无当，宫里才
王啊，小王，你在地下可晓得？我们的少了立法有啥用？有人来看侬了。Thank you.
这把鬼公你我
又在同公房走了一次，叫兄弟俩来问，女子门铃听了走，却打成早茶带走，这刚进屋啊走走，哥哥相互去看你，大大公道用飞机，到如今大哥变成小妖魔，马亲身在兵宫里，可过民心鬼地府。姐姐呀，你千里迢迢进东去，为了兄弟奔波苦，一朝一日从今。王爷，你倒是守在家中，心想清福，背着妻闺。杨乃武一案，你真的袖手旁观。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上为朝廷，下为百姓。如今杨乃武一案，欲深海底，事实不能胜于手有密谋，面对父老乡亲。杨乃武一案，空有冤情。冤情，既有冤情，你为何不愤不愤？王爷，亡命以下，这辈子有法可想。哼，杨昌这一伙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好不容易砸死了这个机会，可惜已错失良机呀！你身为刑部尚书，这桩事上生死大权，难道你就没有办法制服他们？杨昌今日做中党的错送，无数来就是军机大神的门生，叫我难道你惧怕他们不成？要是办法也不是没有，夸奖来，只要有人在本武堂官丁被告上，那王爷谁会进宫参见他后，谁身为圣明，那事情就有转机了。参见他后，并非难事，倒是没有高尚之身啊。兵部侍郎武大人那里倒是有一个，杨乃武同胞最近杨素英，他正是武家的绣娘。哈哈，好一个伤老头子。你待本王爷为柳荫怎么一手？没有王爷撑腰，背着七棍手是顶多。我即刻回到宫中，身为圣明，我到刑部把相文送上。倒是让杨乃武替了一个婢女。王爷，我要请侬先饮上美酒。再岂不是？不用了，事成之后，我与你痛饮三杯。
好，小王爷把。
将上之圣上。这青天大圣圣于离王，大呆怒哉！今日诬告贵府，该当无罪。来呀！在太臣阿门在身，拿出去！离王，放下。小夫人，句句真理，并非诬告。望青天大圣开恩怜悯。你将嫂子背诵一遍，四十一楼也是休想振奏。真理
打中了巨人为主门，已经勇敢多欢喜，还家都是他来亲，手指落尽身悲催，杀生大无从天降临，有位房客家小徒，在豆腐店里做营生，虎真少儿真危险，请我弟弟去看病，一家总有个孤星，是真家来照应，离开两趟毛病好，我弟弟父啊去慰问，或许小徒身亡过，弟兄报仇不问情，开棺想你女儿女，我都身亡无你问，我弟弟在杭州为家主，预备离呀进京城，苦恨贪官刘西东，公报私仇气横行，长官李大家的爱，谁个功名儿通门，大道不顺神火听，一次公道用谁赢，却大神早可供应，谋父大无定算命，我就告到杭州府，以为冤枉好申请，杭州府官必报应，他与子女有交情，行尸作弊得了悔，一样无路就改进，我赶到杭州空家去，一封公函催走本，当今来收下孙子，王明心无杨昌金，为同万代与虐待，三堂为胜利安心，杨氏闻听心中喜，一位弟弟性命有保证，我就该退小不才，求他非公不招人，卑鄙无耻三大心，官官相护不清正，非因靠打隔壁事，赖逼我弟弟口供人，门户大户翻了案，通奸谋逆定死人，激动娘舅要是发打了第三阵精神，一场高兴都出狱，打怕清仓保护林，谁知一来无罪来，操心人民心上恨，推头仗义眼出来，为是女配亲王命，非杀你刚来坑阿妈，再要回宫不可能，激怒杭州众生子，为我弟弟抱不平，帮助苦命高菩萨在公园四郎寻天灵，死亡甘愿陪兄弟，披星戴月立相亲，路上受尽千般苦，长途跋涉尽精神，说是王室滚钉腿，为我弟弟脱罪名，杨氏区区真心话，太久大阵要开恩，民警高恩兵公礼吗？公阿妹。不可告诉杨素英，本部正上，待明日启明圣上再引定夺。多谢大人。好了，不好了！想不到杨乃武儿居然惊动了太后，太后下旨命余杭与刘继龙及五虎落雨这个父亲引为生。是呀，是呀。哎，是呀，都不嘛，多次做梦啊，是呀，少丁一派清查，叫我到营部一起卫生，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哪条路啊？攻守同门，攻守同门。哎呀，那我先告辞。那还是为绍兴窝里避避风头，杀头充军，他那无关。余杭与刘西东，非这人。杨有刘西东叩见大臣。刘西东，
杨乃武一位乃是你出身，如今有人在本部堂官顶拜高上，告你公报私仇，枉对无辜，你可知罪？背责真官，此案有凭有证，还请大人明察。退过一把，扎来呀！三，大杨乃武上当。扎大杨乃武上当。杨乃武叩见大人，大人可以为民洗党。大呆怒神，请官护说本部道。小人不敢，这是在岳阳县出生人，就是为民洗党。是此说来，你乃是却当神招？正是，小人欲望。你欲在哪里？枉在无此。大人不敬，请圣月出审公状。欲得几夫，而谋几夫；既谋几夫，而谋几夫。不知何事，乃是你亲笔书下，本部堂看不出你半点欲望之事。大人细看，苦得文中藏着却当圣诏，还请大人深谢礼往。玉皇玉背着谁？杨乃武却当圣诏是不是事实？大人，杨乃武声称杨刀匪屡次招供为弄别头，他谋父的无铁证是谁呀、啊？大人，姐夫就是杨乃武。大人，姐夫就是杨乃武。大人，大人，将杨乃武打下。起身，扎。来呀！三，大个鼻子上当。走，大个鼻子上当。百无必休故。可见杜老爷，隔壁是，你叫我从这招来，杨乃武到底是不是谋父的？喂，大人，杨乃武说是与我。那真凶究竟是谁？谋杀小队是背部一个人所为，是背部一个人所为。隔壁是杀人伤人，你为王不要小心才是。为大人，谋杀小杜是背负一个女子为，与他人无关。大人，杨乃武隔壁是公事非法，一定是通缉好了，不明。大人，你我一派无言，请大人明察，用言。大人，隔壁
少尉兄，请大人用礼。老大人，是媳妇，也是。大人，大人，本儿不必再审，必人与客，命中之三刻，将肌肤一部再收。是捉大人，你查太到好一股伤成勇，你竟敢戏弄宋兵王爷，背着欺君伤成勇。大堂听声起，门口答应把儿子，他为何庭上壁挂纱花罩？老夫家并没是听见，我问你，今日月色为哪条？王爷谁心为？将银锭引来相告，隔壁是谋杀亲夫人，应该何可是非公的事，你有蹊跷，今日的名字也蹊跷，堂上后不声明了，带着去五福落有戏子杨乃武，我看得此事大不妙，王爷为何生气？一定是他们耳中红出同好，一要是堂上再追问，我怕是当朝金主是更差。我一个三啊成啊勇，原来你既是女配是虚晃，心中得出着想好，来来来，快给老夫光明堂，金龙庙去吃香果。对，让他们来过领众香味，领众香味。对。让他们武术中上，武术中上，到那时候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嗯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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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乃武，王爷的恩情，今夜请侬吃一顿，明早就恭喜侬了。今夜吃了顿。杨乃武，侬个新郎人马上来陪侬了。
去坐上风尘一席酒。为我两只杯子两双筷，刚才失去心肠神，莫非就是那小把菜，其中一定有巧妙，今夜的蹊跷怎奈猜。王七七有四女，说不定是家就虚情来折待。杨乃武啊杨乃武，并非有缘去此来了，走。好一个忠厚老实人，竟然逼得此次模样，可惜啊可惜。像我杨乃武白真爱的好处我倒不哭，你倒反而心哭起来了，事到如今何必伤心。既来之则安之，来来来，趁我你未睡之前，一起饮个痛快吧。今宵不得玉王子，中上离别情，
我。
家仆人也亡，我内务伸手要两次分，我家叔叔与舅舅背客啊，为利累了妻儿金给东宝姐姐告不上，他说声马是把丁背滚，自伤心姐姐为落谷无高辜负的身。你嫁了，你少爷是我先姑害了你杨家一家门。门清楚，我是为你写过信，你是为了哪一个？他是啥人？一日雨和雨连西东的儿子，刘西东的儿子，你少爷，你少爷，此事非明白，杀人的凶手是刘子武。问你通奸谋命是啥人？也是我杀刘子武。问我的武是啥人？也是我杀刘子武。既然常常提起是刘子武，那你为啥害我杨乃武？他们杀你呀，
他，为你三年老月中，我为你弄得人不强，问你在乎不在乎。两个字，你为啥早点不肯讲？我头就要讲清楚，看你这人心发慌，就你心切，所以才将你冤枉。我弟弟曾经恳求过你，替我翻案还冤枉。三大县的暗中审问，你为啥堂上又不讲？官官相护三大县，伤心病患里不讲。我要翻供不真虚，里里不得大印章。同胞姐姐滚顶背，他是说声忙事搞不上。刑部大堂在审问，你为啥坚持又不讲？天下乌鸦一般黑，小姑我心已心慌，是命是由我来担，是生是死早已忙。你少爷现在真相你心明白，是是是非你一清爽，恨我非公来不及，我有冤无此讲，我明早就要死，我要救你是无希望。少花有希望，王爷帮忙来飞问，把你与王兄问清爽，为不夸小王爷，都叫王爷。梁昌金既又来跨之乡，全无过推张王法，破令从军。刘锡同忠志英雄，公报私仇，破令从军。习世民阴谋假务，判该金十年。刘志武知法外法，罪大恶极，是哉！细胞生帮凶杀人，是哉！杨乃武死脱算命，但有百里也不知彼也，因此功名各去，永不恢复。隔壁是你是本案的帅官武手，实在是罪无可恕，此哉！没，
别是谜语一事，腾蛇空门，下法修营终身。走。